这个点儿应该到了吧？为什么还不给我打电话？ 喂，你下车了吧？我去接你啊。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呀？这里出了车祸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先别哭啊，你发个定位给我，我现在过去。 雨星锤，我来了啊！你没受伤吧？ 阿姨本来要走的，但是她特地为了我留下来了。然后她走了，突然一辆车冲出来了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。如果我不是非要买那个煎饼。 阿姨就不会留下来，他要是不留下来的话，那场车祸就不会发生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因为我。怎么会是因为你？是那个肇事司机先闯的红灯，所以是肇事司机的错。你不要用这样的推断方式把自己连带进去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也有错，我为什么不早点接你呢？对不对？真的。 真的，相信我，别总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那你也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我知道。我说的是5年前那件事。5年前那件事。 也不是你的错。 其实今天下午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车祸，这件事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，我突然想告诉你。你就是为了跟我说5年前的事吧？哎呀，对不起嘛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我就没事就好。 不生气啊！我想生啊，但我生不起来，有什么办法？刘元，嗯，有一件事情，我要很认真的告诉你，其实5年前在你面前坠楼的那个人。 是我的父亲。我之前跟你说过我父亲的事，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把你也给牵扯进来了。我更加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。对不起，我。 那个楼盘是我建的，他当时就在我面前。刘元，就像你刚才劝我的，一件意外的发生是有很多原因的，但绝对不是你的过错。我父亲的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跟你说这些事儿，不是想让你继续回去做建筑。 我是想告诉你。
这些年我生活得很好，也成长得很好，得到了很多亲戚朋友的爱护，那些曾经的阴影早就已经过去了，这个世界很美好，所以现在我也想帮你驱走心头的阴影。我是不是用错方法了？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奇怪，灯怎么都关了？圆圆，你睡了吗？圆圆，圆圆，你在哪儿啊？刘圆，雨言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没事了，之前有点发烧，现在也都退了。我怎么突然发烧了呀？我拜托你们，生病了就赶紧去医院。我是妇产科的，又不是什么病都能看。就是就是，还是我女朋友厉害啊！你先好好休息，你照顾好她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啊，那我们先走了啊，照顾好她。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了？你生日那天。我生日。不可能吧，我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在一起呢，他们怎么就……我妈找你干嘛不告诉我？你妈找我又不是什么坏事，她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离开你她心里有愧疚，想帮你。倒是你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做梦呢。还不是你先骗我的，舟车劳顿，把自己搞得不舒服都不知道，还绕那么大个圈子，就为了跟我讲五年前的事儿。咱们俩之间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的？越想越生气，那我生气，我就吓吓你了。你为什么戴着那个奇奇怪怪的面罩？那就谢恒端告诉我说带那玩意儿能突破自我，挑战极限，我试了试。谢恒端他有病吧，他怎么告诉你这种奇奇怪怪的办法？我看你傻了吧你，你也信？我觉得这个挺有用的，这个你带过来了，我的天哪，你丢远一点，别别别，你试试，你试一下，我不是麻烦了，你这是房租，既然那个不是我姑妈的遗产，那我就不能白住那么长时间，租金还是要给的。没关系的，本来也是我有意安排的，你和小安不怪我就好。不会，刘元不会怪您的，在他心里您本来就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。谢谢。其实啊，你大可不必搬出去，继续在那住着就行了。不行，刘元不让我住，他让我。
那倒是，他那套的确彩钢更好一些。嗯，果然，我还是没有暴富的命。不过我也想明白了，以后好事来临的时候欣然接受，坏事到来也坦然面对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你还记得你刚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几点吗？都那么久了，谁还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好像是晚上八点。不对，我记得。几点？是我们幸福的起点。走，我回家。把我喊来。以前怎么没发现咱们公司楼顶风景这么好？还是有点舍不得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回鞍山。你要回去做建筑啦？谢天谢地，你终于放过我们乐极家居，不再祸害大众审美了。哎呀呀！什么时候成你们乐极家居了？喂，我还没走呢，我还是你老板呢。大家都那么熟了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。比起你亲自设计的家居，还是你设计的房子更有卖点。乐极家居呢，就交给别人，会有更好的发展的。于星辰，你想死吗你？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！你别说了。